最怕跟哪一种人谈恋爱？就是孙鹏。你真的这一辈子真的屌了呀！你真的完蛋，你屌了呀！不是跟他谈恋爱真的太辛苦了，嗯，真的太辛苦了。是怎么样辛苦？好像在洗三温暖一样。说他吃素，他都会怎么样让你知道说他吃素？哦，比如说，嗯哼，来了吗？是我们来了吗？而且我突然间没有，对，本来想爆料，哎，他来了吗？嫁出去，可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对，谢谢。那一定要的，不然人家怎么会回来呢？对对，而且那感觉那个气色哦，那个一样，哎，不一样，跟上次来感觉真的差很多哎。有吗？我现在一直在笑啊。你上次来是 OK 就正常，可是现在整个是你没有讲话都在笑。对，眼睛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自己有没有感觉？害我忍不住真的好想笑。而且真的这个心情也轻松很多，刚度假回来的，当然轻松很多啊，因为小孩子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带啊，有已经可以赖给别人了。真的哦，你有没有觉得说这种感情啊的这种甜蜜的指数啊，比以前还高很多？会不会现在的状况也还好呢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像亲人一样，那但现在好很多，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会吵架。嗯，现在比较不会吵架，因为毕竟算朋友嘛。互相会比较客气一点，说的也是。真的朋友跟能力很强哎，是真的假的？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说好要问。对，我们就说要问你的。这我不敢讲，叫伊袂使问，而且我冇叫伊，我没有叫他问这个，完全没有套过。真的。啊，既然他问了，你回答一下。不过一直问哦，整集都会问。对啊，他跟你讲得很大声哦。当然是不赖，儿子才会那么帅啊！啊，了解，而且继续喝水就对了。不然人家小他15岁的女朋友怎么教的？哎，对，哎，你不介意哦？他，所以我也很强啊。就我来讲就可以了。迪英姐也是很强，不然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可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小孩是很多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润滑剂，嗯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跟小孩子之间的相处，你应该有时候都一定要跟小孩子这个要同言同语啊。你跟孙鹏两个人，谁比较孩子气？当然是他咯，他比较孩子气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还需要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你可以做比喻的好不好？就他怎样孩子气？他的个性就是比较活泼啦，然后比较外向这样子啊，所以你是比较稳重一点的。那也看什么时候，有的时候也是。你的孩子气通常都是用在我曾经被人家讲过，你不要以为你长得一副大人一样，事实上你也是小朋友一个，好不好？就是想法，有的时候，可以这样讲，有的时候想法很天真呐，天真，觉得事情很简单，可是背后的一些状况其实没那么简单。对啊，所以其实两个，尤其是喝了酒以后，那就更天真。你真的，我看过，天真吧。天真到啊，就是我们两个要 say goodbye 的时候啊，我们两个还会亲嘴啊。然后我是因为我很清醒，然后迪英姐已经喝醉，她说：“佳欣，我们要说拜拜了。”我说：“拜拜。”她说：“亲一下。”我觉得我很喜欢佳谦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喜欢佳谦，所以就 say goodbye 就亲我一下。我当时说：“哇，迪英姐！”而且感觉迪英姐的嘴唇很软。就当时你不觉得有多一块吗？不会不会，就很舒服这样子。哎，这是什么形容词？没有，我不是很正常的，我正在复合中。OK OK， 所以通常真的有时候父母可能个性比较活泼外向，就会让你说啊，你很幼稚，很小孩子。是吗？孙鹏有曾经跟小孩子跟他拼了，就是跟他赌气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没有，目前还没有那么严重。目前都还是在正常。他们两个还在热恋期嘛，对不
不对？还在热恋期，在热恋期，要时间拖长一点。所以他对他儿子会包容心很强，很强，很强。要不然生气一下下而已。对对对，要不然其实射手座的人他会觉得，虽然你是小孩，但是从小我们人都是人格都是从小就养成的，对对对。所以其实你是独立个体，我也是独立个体，没有谁比谁强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谁要一定要遵从谁。我们讲道理的时候，道理就是道理。你怎么可以因为你是小孩就不讲道理？对，虽然我是你爸爸，我还是要讲道理。他就会这样，他就会跟他扭起来。所以小孩子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，那大人怎么这样子？就是你有没有谈过那种很累人、很辛苦的恋情？有啊，是怎么样？是怎么样辛苦？孙鹏还不够辛苦啊！结婚六年，吵了六年，最后还离婚，现在又复合，那还不够辛苦？好辛苦哦，真的很辛苦，很累人哦。对啊，可是这样一路走来，其实也是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……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说爱情是这么的。这么的曲折离奇，会记忆这么多在脑子里的，记忆最多就是他这一段，对，其他你说我以前的男朋友，我更大概都忘了，真的吗？那你有曾经就是你最怕跟哪一种人谈恋爱？就是孙鹏，你真的这一辈子真的屌了呀，你真的完蛋，你屌了呀，不是跟他谈恋爱真的太辛苦了，真的太辛苦，是怎么样辛苦？好像在洗三温暖一样。可是很刺激、啊，真的。如果让我再重新来过的话，我绝对会避他避得远远的。因为你刚才讲说，你可能跟孙鹏谈恋爱这一段，你觉得很辛苦很累。那你觉得孙鹏他有没有认为他跟你谈恋爱很累？那这就要问他了。你自己觉得，如果有人跟你谈恋爱，你觉得你是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累？不是，我记得我们这一次的就是比较最近的事情，我们两个很好玩。比如说我们去新竹打球，对，那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怎么做人不要有这么多美感，干嘛有这么多的就是有的没有的零零角角这样。你知道我们两个不知道在谈论什么，那个过程不太会讲。我他在开车，我们两个突然间转头在看对方，他在看我说，我平常不需要这么多美感，脾气美感就对了。然后我也在看他，立马没有这样。然后结果我们两个互看，两个都觉得很好笑。因为我们知道迪英姐她的个性是那种比较大辣辣，然后很直接，然后有什么说什么，就海派个性。可是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好控制的情人吗？你可以被控制吗？我可以，我其实我超好控制的，我觉得。孙鹏会不会控制你？他会控制我。会管吗？对，他也不是管，他会希望。希望。他会用讲希望的。我希望你怎样，我希望怎样，这样子。那现在要连那个他希望也都不用讲，我自己就会，我会做，不一样，真的吗？现在连希望也不用讲，他都会，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什么。你觉得他喜欢些什么？你喜欢他就喜欢比较就是持家的啊，然后比较小女人的啊，然后就是当然他不喜欢没有用的女人，你还是要很清楚，很清楚，要很清楚的，所以你就把店收了，所以你就把店收了，全心照顾家庭。对，就是改变很多。那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跟什么朋友约，我明知道说出去对他一定，就算他说好他也会不舒服的，那我又何必？对，我就算。所以你现在几乎都待在家比较多哈。我没有朋友啊，你现在没有朋友？没有朋友，真的不是吗？我去上那个桃子他们的节目啊，对对，最近上很多节目，他们问我说要访问我的朋友对我的感觉啊，然后要怎么要上那些个，我说我没有朋友啊。现在就因为这样子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朋友。可以加入我们没有朋友俱乐部。他说可不可以就是问我朋友一些我的八卦，我说我真的没有朋友，我可以我告诉你我的八卦，可是我没有朋友可以讲我的八卦。我跟你讲啦，因为朋友应该都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朋友。所以他现在知道你现在出来这样 OK 吗？工作 OK 有没有？已经变得很可怜，你起码出来，那他会不会生气？不会啦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他不希望我去参加一些无谓的应酬啦，因为他知道我酒一喝下去太虚化了。我问你，你的个性啊，就是这么的直接啊，就个性，你会不会吃醋啊？你是一个会吃醋的人？哪个女人不吃醋？你吃的凶不凶？有些人吃的很凶啊。我不会啦，我不会无聊，因为我觉得吃那种无聊的醋，我认为是很没面子的。因为我自己对自己很有信心。那我觉得我如果他一出门
跟一个随便一个长得很好笑的女人在讲话，我也吃醋，那我不是神经病呢？会，那我也想说，这个女的怎么跟我比啊？嗯，我干嘛吃这种醋啊？没错没错，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哦，就吃醋是那种，就是喜欢的表现哦。那你会不会希望就是看到对方为你吃醋？你喜不喜欢？也不是喜不喜欢，我也习惯被吃醋了。真的吗？他常吃醋吗？你说现在吗？现在没有必要吃醋啊，我都乖乖在家里要干嘛吃醋？之前，对啊，之前会啦，因为第一呢已经会放电，对，会桃花，真的，所以孙鹏是有点担心，真的哈，啊，他都会怎样？他都担心过我，我以前一定有，一定会啊，他都会怎么吃醋？如果说他吃醋，他都会怎么样让你知道说他吃醋？我比如说，来了吗？是否没来了吗？而且我突然就没有，我来想爆料，哎，他来了吗？真的没有。我记得啊，我刚怀孕4个月的时候，然后我跟我的朋友生日，然后就跟他，然后我们就去一个餐厅在吃饭，然后到当中，我那个朋友有很多朋友，有一些怎么打球的球友这样子。我那天因为不敢喝酒啊，怀孕4个月，但是没有人知道我怀孕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是我跟孙鹏两个人是夫妻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喝酒，突然间有一个男生过来敬我。但是那个男生一站起来，因为他本来坐在我对面，他站起来过来这边跟我敬酒的时候，我想完了，哎呀，我也不敢乱，你敬我干嘛？好了，敬完以后，那天回去就吵架了。真的？他跟你讲什么？他吵什么？他说你为什么？他不相信没什么。对，是吗？应该有什么？不能再讲了，他人等一下我不会来。没有啊，就生气啊！我们会挡住门不让他进来，他就会生气这样子啊。那我也很气啊。那个时候，以前那个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就会跟他大吵，我也会很生气。对，因为你根本没怎样。对啊，没怎样。嗯哼，这样。可是后来就觉得蛮爽。哦，所以其实有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女生哦，会做一些事情，故意让对方吃醋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要证明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？因为通常不敢，有些人会这样子。对，是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。我忍你足久啊，我真有良心，等下今麦再和你耍。我就唱一下歌。你，爸爸，靠腰啊！卖胡乱叫啦，我不是你爸爸啦，阿伯，什么阿伯？阿静，我忍哥哥。哥哥，我你种弟弟，我就要来死啊！我怀疑。你问哥哥？对，啊，你要叫我什么？爸爸。我这个弟弟哦，可怜啊！前几那时代吼，爸爸妈妈吼已经过身了，拢我咧带这个弟弟啦。囡仔时阵去学倒摆弄一个吼，即摆有呾记忆力拢定定减退。我连是伊啥物人就定拢袂记的。我是你的哥哥。哥哥，我是恁弟弟。我知影。你今天来创啥话？我什么创啥物？我来看你啊！我来听我一挂囡仔讲，你定在遮咧乱嗦。嗯啊，当咱两个装卡出来，个人拍拼，个人会啊。我虽然较戆，但是我有哪我的角头啊。我知影，哥哥定阿妈咧关心你。对啊。你最近咧创啥物？才讲你即马拢查某囡仔咧过门嘛吼。哎呦，别讲啊！那我是咧叫人客啦。好，叫人客哦。好，就是因为你叫人客，害哥哥去过门。我跟你讲，阮大特别甲我交代，讲叫我讲，边仔迄个你有看无？啊，伊嘛甲我交代呢。啊，恁大有甲你交代？对。讲叫我来拍伊，甲约一个啊。恁大叫你来拍伊哦？你是凭啥物甲拍？我替阮大个甲约。对啦，啊，这拄啊好，阮大嘛叫我来甲约呢。安尼哦，安尼好，来嘛来嘛，我先拍一个，你弟弟先来，你哥哥在旁边等。哥哥牛力无紧，即马大个无滴个，你先看看你啊。在大营，我唔知影。你先去处理一下。美女，有什么事啊？啊，阮大个哦，叫做一枝番仔花，你捌无？略有所闻。我讲国语呢，略有所闻。我是讲，因啊，你唔知有闲无？7点，阮大要招你食饭。哎呀嘛，7点。可是我很忙哎，要请我，要请我食饭哦。麦啦，考虑一下啦，好唔好？
马赫勒我挪看看我的时间呐、啊，哈、哦！谢谢谢谢，有看无？我瞧好啊啦，安怎？有影呢？哦，你不管你七点，逐工来买槟，来买薰，买到有感情啊了。什么？阮大爷要钓口腔癌啊？七点伊答应你哦、喔。嘿，我呢，我对我何秋航啊老大是要哪交代？你瞧我。啊，迪英小姐。哎、欸。嘿。哎、欸，凡哥。对啊。你来捧场啊，要买槟榔吧？有啦，逐天我甲你买，你要较济嘛，拢甲你包起来。一百块嘛。我知啦，五百千嘛要给你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莫甲我听着。后面的公公，你定答应讲七点，我要甲因老大食饭呢。嗯。啊，今日阮老大特别甲我交代，讲今日无论如何，因甲你邀请三四摆啊，你拢无要出面子啊呢。所以讲今日哦，阮大嘛甲我交代讲，一定七点，我要约你去食饭呢。哈。你老大要约我，也唔七点嘛。何秋航啊，约你啊，哎呦，你安尼我就为难了呢。对啊，人个时间安尼就歹约，安尼是变安怎啦？我惨嘛，我有影，我等于说你个兄弟。好啦，阿婆，我硬擎出来啦。嘿，你硬擎。时间啊，用擎的啊。安尼哦。我今仔日约同一个所在，同桌就好啊嘛。哎呦，你看这个查甫今日看外好，卖讲阮老大介意，连我都介意啊。嘿，唔是讲阮老大讲要嫁伊吼，我绝对我就先甲拍落去啊！安尼哦，我嘛无紧啦，那你我的时间嘛听我倾出来。哎呦，我唔敢，暂时我唔敢，真凊彩，兄弟。哎，阿哥，恁老大讲啥物时阵要来无？阮老大哦，已经咧来啊！啊，后面咧，哎，来了，对，来了。啊，代志是敲定安怎啊？对，对，点名，哎呦，叫我点名，我是要讲，我是讲你的代志。点名，林小姐你好。哎，秦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没有捧场了。今天你就两包拿去吧。拍谁？真久无吃槟榔啊！我紧啦，我紧啦，你提去嘛，两包够了，你喊你克制着。感谢，收起。阮大个着高奖来就是。厝内底咧东郊，确定下记提转去。真代志是巧得安怎？大个，李小姐是愿意对咱去吃饭。我你讲大个，我用尽苦心，搁唱歌，干那差点无跳钢管了。我一定哦。拢巧甲拢好势好势啊！有影有影，巧了安怎？不过伊无答应。阿弟，哎，伊无答应，伊无答应，伊无答应，你搁敢徛踮咧遮？人家无介济钱，你拍几下啊？我即摆意思是讲，阿弟开玩笑者，你拢一点幽默感都无有啦，已经答应啊啦，已经答应。嘿啦嘿啦，无影无影，答应好啊啦，答应啊，哈，真正答应啊，真的啦，好歹搁扒落啊。答应啊，你唔着提早讲。但你眩晕啦，第一小姐，感谢你答应，感谢，客气，是是是，哎，老大，哎哎，可能可能吃，吃好，吃得好，吃得好，哦，对，好的好的，这个声音，规个所在乌钱，我讲了路都未通啊，那你何秋华老大，对对对，哇，你那位哦，你是谁啊？我都未来啊。捷运，捷运的，老大，巧谁啊？哎，拢巧好势啊。啊，是顶多一间饭店。啊，订迄个来来饭店。你唔免啦，你都汽车旅馆就好啊，紧紧。啊。哎呀，大哥啊，你好久没有来捧场了呢。那会当坐坐啊？无啦无啦，大，唔是，我大我咧讲者，歹势。你看正平个，看那许大嘛咧遐。你是讲迄个白白个？无甲咪乌乌迄个。安怎？啊，伊今日嘛约迄个迪英小姐讲，要不暗时食饭，我看。今日可能啊，传囡仔我。伊敢无话讲，我要约。有啊，但是伊嘛无咧插人啊。伊无插人。对啊。大我看，大是我，大我出来处理，对无？好妖，你惊死！啊是，不啦，啊是，我看大对大好了，大你已经处理者。你放心，社会中我已经行到二十几年啊，这种小花场面，看我就好。对。笑脸的，借一步说话。平平拢是查甫人，为着一个破袜安尼好面孔。我生理生唔是拢同款，大家快乐就好嘛。给我一个面子，我给你拜托的。给你面子。你敢那真笑着，在我的老师面头前给我闹开。老大，我无要紧。我讲，黄大辉，你也知影我的外号叫做火把，敢那赛事个大你真多。等一下，何秋航啊，何秋大，咱就叫改火把了对吧？一支黄大辉，我一支火把比较大。
但是你也了解，三年前你还阁欠我一条叫嚣，恁两个是行去倒？是啊。你那边的人哪过去啦？我路路拢唔知道要行去倒。我有翻来记的，三年前踮伫个房间，真是你大还是我大？歹势，听真解乱。我你来讲，三年前踮伫个房间，即个何秋伊个大饼。阮大交代我讲，三年前你欠阮大个250块。我一支乌链5块，拢总有啥物代志直接讲出来无要紧。250块你也出来咧瞧，大饼，你会记无？大饼，三年前，大饼是你咧叫的，啊？对，咱两位头拢无咧讲话，用拍算的安尼，用海算的呀。叫你大饼，大饼，一个演连续剧男主角，佫会喷嘴喏。好，安怎？好，三年前你踮伫我遐咧下叫，你知无？你欠我一条。眼前，我咧大肚咧。有啥物好算一条？有一条的物件，你甲我讲有啥物件？一条叫嚣，偌济钱？要记无？偌济钱？绝对毋是后面的拄只所讲的250块。啊，无是？你拢总欠我偌济？你会记无？偌济？你踮伊，莫插嘴。偌济？你拢总欠我249块，你知无？一块小费无要紧。对，一世人啊，我听你讲，即句249块，你一世人欠人上多一摆。后壁迄个卖槟榔，即摆是咧笑啊，是毋？即摆大我看吼，爱车拼一个。车拼一个。无证明讲咱真正讲咱老大真正是优秀的所在，今日要老大从后壁这个敌人这个查某囡仔，佮拖来讲要来吃宵夜，还是要来吃暗顿？哎呀，恁两个不要这样子竞争嘛，要竞争场面排出来呀、啊。拼就来呀、啊。对啊。来呀、啊。啊，我看会起，唔叫我好，是不是？刚刚当只探赌，惊人惊去。一定要你看会起。喂，对对。我叫遮久啦，我无咧创啥，你免惊。我知，我想你提出来看。我未提出红笑。我知影，因为我看过啊，真好笑呀。对，起码这个迪英小姐讲我真清楚，大家规矩来表现一下，什么叫大波浪，什么叫男子汉。对，爬起来有爬起来诚意，对不对？就是嘛，你看排场，对，你看什么色，哎，这什么顶头，你尽量用出来。我哪里呐？刘林先开始，后面来，大，要让我看得上眼呐、啊。咱先坐嘞，来，老大，吃坐。什么顶头？哎、欸，就有派头的哦。红菇的啊。对啊，红菇聊天边边的红菇，是，你有看到？人已经物件传出来，你个起码无用出来。对，普通一个椅啊，是要算什么？提一个椅啊出来，根本要用笑死感觉。对，我已经早就准备好势啊。传出来，你稍等我一下。你了解一下，我唔是迄个一般红了解聊天顶。对，你是叫恁爸爹喊翻咩啊？不是啊，我是老大，我坐船椅啊，敢袂看见？不是，大，这种物件你坐着，你就知讲，咱是学轻工个，走我都坐这种椅啊。笑死人，我了解者，我大坐椅啊，坐长长啊，讲真顺。安尼看起来敢有派头？安尼真正缘投。哎，其实这个派头也蛮酷的耶。对啊，咱没那么讲讲，别人讲款的。我先做，我这会放出来。大，你先控制一下。啊？你还讲什么？讲什么？那有什么派头？来，这阮大的一束花要送，轮袂到你，顶来，无大无细，大的坐踮在这里，然后对我的头前安尼行过，好，要摕我，大你摕安尼敢要陪忘，爱摕到顶悬。哇，好美！林小姐，这个花是我特别挑选的，要来送给你，希望晚上你能够跟我去一次。红菇的，什么？传过来。无咋的，不，对。花，上一花，上一花算什么了不起？阮大贵的送你，伊就是花痴。我不要花痴。我的花车嘞，花痴。对，花啦。是，都我有准备嘿。对，一束算爽啦，一，对啊，一丛嘿。你即马是？你娘还是扫墓咧用的啦！你安尼敢袂看见？我报警，这我来处理都。是，丁小姐，玫瑰代表爱情，
菊花专治痔疮，这假配会。我知道你最近火气真大。你怎么这么了解我？知道我也是蛮需要这个东西。而且送花还附上一首歌，一句话，一句话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默默开在山坡下，山坡下，山坡下，刷。对，啊，对，走了袂歹。咱的囡仔拢走了去啊，无要得来哪里？刚才这种诚意，难道你没有感动吗？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。我可以列入考虑，直接我们就去处理事情吧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站起来，后面嘞，处理过来。阮大的吼，特别上台上个烟头的相片，要送到咱丁小姐。哦，哇，我最喜欢看人家的帅帅的照片了。真的会大，你有看无？丁小姐，这张是我特别挑选出来。真的好酷，好帅哦！希望你会当介意，我给你签名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种物件，面顶全细菌，对不对？先提好，我让你了解一下，什么叫做沙龙罩？啥？你有沙龙罩？对，我拢有准备好。传过来，足早我就给你传好势啊。我的相片有一个人讲，像早期日本小林旭，像香港的周润发，就是他哩。我头公公，我感觉足奇怪，乌白相片阁挂轻诶，阁排乌大。对，像你以前我来你讲叫你翕个沙龙照，你拢卖，敢一张乌白互我，我甲你传足久啊呢。你也较好咧，这张敢是叫你卖烟，蹙我眉头。袂啦，烟戏无要紧，大你免惊济，对不对？丁小姐，我的诚意都看到，不管是坐、送诶、看诶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怎么都这样子？我比较喜欢有物质的东西，实质的东西的。对，好啊，你都丢啊！真的，我用得到的东西，用得到。给你，巧好啊，给你。我都要给你传这，你绝对不满意。赶紧退出。用得到的东西，对，林小姐，天天用得到的东西。卡廷奥说传出来物件，你绝对会当介意。真的吗？你一定会喜欢。我就知道你了解我。送女孩子，送保险套，没有啊？这足够讲酸的物件啊？哎呦，我看，请你接受我的邀请。啥克拉一雄哎，算了，钻戒耶，好吧，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安姑哎，安总，摸出来，我怎样？又摸，又摸，你了解几？什么鬼？我都算了，起码算了，用古色这样做，你们怎样？我怎样？哎，微波炉就吹起来，必算了。对。整个保险箱都摸出来了，详细的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对，啊，锁头在哪里啊？不，你的锁头现在大兵，锁头在这。不啦，对，我已经将咱要送的东西放在顶管了。对，好佳哉，你有咋锁起出来，不然一半都开啊。不是啊，大兵是船上要送的，手指。这是什么啊？手指。手你娘的，手指。我个都别，我当作你当作啦，来，银行领钱摕牌啊，他妈蛋哦！对，查房都困难啊。一卡手机，跟这个开瓶器有差偌济？林小姐，你这样叫我怎么跟你吃饭？你太不了解，这个不是开瓶器，那是什么？是我保险箱的保险丝。保险丝。你个擦了了，芝麻开门念六十摆，伊就开开，内面的物件太济。我听你咧讲，好啦，你们不要这样开玩笑了。你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办法收了。坦白讲一句话，我已经无心啦。啊，刚刚哦，你点点，是讲，阮有去唱卡拉 OK， 点咪，两个拢酒醉，了伊甲我，伊甲我安怎？伊甲安怎？可能囡仔就是我的，囡仔老爸是我，是我，一定是我的，我承认。林小姐，我负责任。靠勇气讲出来，囡仔是我的，紧来讲出来。紧讲，啥人的？是谁啊？你赶紧去想啦！谁的？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吗？到底顶巴肚内底囡仔到底是啥物人的嘞？奇怪，老公，你
定要娶我。两个人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两年过去了。我求行啊，注意看麦啊，这个囡仔的老爸到底是谁？人讲囡仔袂当偷生，是是，嘛是大片就一定成功。啊，这个么大片？还好嘞。对啊，我话刚刚无成功，无够缘投呢。嗯。是你不够缘投吧？但是我感觉会较成功。啊，敢有？对，有成果，鼻仔较成果，鼻仔，嘴较成利，因为伊的嘴，我当初是你要送我丁小姐拉链。哎哎，安尼你安尼讲，目睭嘛成果，单眼皮嘛，嗯，单眼皮。我看下咧，你看下详细。哎呀，查甫啊查某，伊的脚脚跟我是共 size 诶，共 size 诶，大你也足可怜诶，但是你要看，真正是乌面诶，哪有可能？囡仔袂使偷生啊！你看这囡仔面，你互大家看，看是毋是乌面诶？咁有影是乌面的，乌面的也对了，大家看卖下去。我真的，我真的瞎了眼呐、啊！喂，真正是我乌面生啦，那边乌咖你有看无？乌面的，你来陪。喂，快走！哪个你生这种囝？我不爱嫁伊啊，歹势，我阁换人。咱四个一个的，卖个来斗阵。从此，我们四个人过着。快乐幸福的四批生活，爽！对，我看这样代志卖过考虑啊。我得住这么大、这么长的时间，大对我真照顾，这条嘴规日我来担着好啊。对，卖过考虑啊，就安尼决定，我来自首。对，无滴的时间，爱好好保重家己的身体。再见。这个小弟我听落袂当，安尼做不对啊！伊这个黑社会内底，买大买大叫，就是爱用关，伊嘛无买，他做老大的。你分吧。你当啥哈、啊？不是你老大，我老大。你啊！我老大，你无你在讲啥？我替你讲，我看点点，我替你讲啊。我问你啊。啊！你对我有偌久啊？对你差不多算起来要我一年了吧？要我一年啊！哈！不，咱这个帮派有啥物名？十二生肖。十二生肖。四五虎头龙泉八云外，搞你。真搞笑！总共几个兄弟？十二个。含你十二个。对。已经有十一个替你担罪啊！你知无？我知。一天到晚，不是替人偷睇人查某人的内裤啦，就是看后巴掌、头壳人后巴掌洗身躯啦，尽做一寡迄落未起劲的代志啦。我若不是看到恁爸爸的份上，不是你爸爸走路真够爱，甲我孤情，爱我靠我照顾你，我早让你拍好死啊！大，我会看人性，我是惊迄个左人西尾啊，家属中毒，我是要看看嘛，非要要报案，你敢知影？我偷摕起来，就是讲看有人善些人会做，是讲迄个面孔底下歹看，我偷摕迄个好个人，叫善些人先，这有啥唔对嘞？我是现代二七聊天钉，你敢知影？我知影你真好心，不你在讲啥？我为着你去学堂的弄掉，听好清楚。若不是恁老爸吼走路正经，甲我孤情，爱我好我照顾你，我早就怕你死啊！大，我是咪大大胆问你一句话，阮老是安怎走路的？唔就因为跋脚讲，因为跋脚，恁老爸拢开一挂空头的支票、支票跳票，唔才互人逼甲走路。奇怪，伊含十三个都袂晓比，哪样跋筊？钱拢是伊输的哦，是我输的，用伊的名开票的。乖，赞！阮大阮老超应该，哎，这种个性，叫我都做大的，做安尼去，安尼了解无？我知影，我教你一步，一生受用无穷，了解无？早就应用啊，恁搞早就会用啊。哦，早就会晓哈，我知影，我看你有出脱。好啦，我听嘛，你去捧茶我啉，捧茶我啉。
是要互我你不你你念啥？大啊，你误会。我看这个水落落，我感觉怪怪，我先啉看有毒无。结果你安我吃了较甜哦，我已经感觉袂做有毒无毒啊。啊，无你你你啉看嘛，我啉看嘛。意思啊，对，我安尼去呢，我拢是饮即马茶，你发饮你什么茶，什么外国茶哈？查甫人爱下面口汗，你面顶口汗了吼。好啊，我忝啊，要来休困啊，好去困嘛，嘿。嗯啊，什么唔嘛在讲啥？你跟你想讲我是后来。温宝，这是温宝，温宝。你是要看啥？我看这情形，我就知影，这规间厝拢是因为伊有钱，你甲错啊！大啊，你安尼做是对的，我同意你安做。你是目睭叫老阿爸顾着，水摆你分袂清清，分袂清楚是啊？是这样的，敢那？这水仙天仙下凡，你袂晓看啥？天仙下凡，嘿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吼。是这样，你用退酒的，敢知影？这个邻居看到都都醒起来，现在我那好累了。你当我是后来的，我是外国的，你看我看无。你啊，只得跟他留恋的啦。我你讲哦，你卖只阮某生气哦。喂，我都听阮某的哦，对不吼？阮某的，啊，你今麦你要怎样？来斟一下。来斟一下哦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乖，大汉，我大汉，大汉，你会当抬我，会当骂我，你唔通叫我这种随机性命去赔。安尼我会感觉足大侮辱，拜托你，我甘愿尽力赔，我爱尽力赔。既然对阮某讲这种话，我对你尽忠，我袂当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我你先出去。哦，大汉，你都袂晓欣赏美女，知无？哦，美女我知，美女。来，休困。嗯啊，啊你都嗯啊，啊都都嗯。你给我叫一下，你叫一下。头家，你的意思啊？你叫嫂诶？对啊，嫂啊。你是阮老母啦。恁母啊。妈。大汉，嘿，平常心讲，嘿，嘛内场介绍哦，这个甲大迄个哦，这个我3000我开了。真诶，你讲这是阮老母，阮妈妈。头家吧哈，好，妈，你老爸就是让你气死的啦！刚你养我弟，刚刚教起来细汉的，你现在是咧讲拍烂？无啦，我都国家公。对了，妈。从细汉的面的麦跪落去，咱这个哦，妇孺会合唱团要唱歌，有听下无？公母啊，我叫你跪落来，跪落来，我要指挥人唱歌，跪落来。妈，你卖生气，我叫你搞跪了，我叫你跪了，是你跪了，你搞跪了，老公，你俩讲的，你搞跪了，跪下，娘有话要说。你乖，无要紧，你乖乖。你甲点去？你甲我闭嘴！妈，你老爸就是安尼气死的，你还阁无欢喜心？你老母，你是看我小少年，你袂爽心？我老母讲你气死，你袂高兴心？不是啦，妈，阮老爸是互你闭嘴，是互你害死的啦！啊，就是你大哥，你大哥要求阮爸迄落。点去？这要叫阮爸，这代志我拢了解啦，马上讲我知影啦。啊！马上讲，我听人讲，但是无要紧，迄袂遗传，迄无要紧啦。我甲你讲，你拢甲我掂掂哦。这间厝你甲我顾好势，你老爸死啊，即马是我伫咧当家。是。你上好，你后尾有你老母搁活较长个，你就跪个遮。有啥物代志，等我倒转来再搁讲。妈妈来记步厅上班 ，OK？ 好。啊，你们就随转来，哈。好。乖哈，啊乖。对，想袂到阮妈是做舞女的呢。对，我还讲唔知呢。这一定要去捧场。好，这恁母我无忘掉，我感觉讲
对你大无够，对无够重。我感觉我这样啊，做有工有道理的。我刚才看伊，我刚才看伊有是名牌哦，哪是伊？啊，你也拢知影哈？伫迄落统帅嘛。啊，你拢知影呀？啊，你大行呢？迄间拢老车坐啊！我你在讲什么笑话？你是安怎？你哪呢？是安怎啦？啥物人甲你拍架呢？林囝，是死的啦，宝哦！即摆倒转啊，恁祖妈绝对好死。哎，无要紧，上来上个面我参加。有影，这个战斗椅。你咧使用的物件？我未使用着啦，礼拜我先看卖啊。行啦，礼拜我甲你告一下，可怜。咁怕架你知唔知？真係哦，迄個個好大個品質，你有當包包咧，我出來，伊個落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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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欠人交销哦，500万啊！啊，即嘛人咧讨啊，安尼，我若无交会，迄500万哦，惊我有人断脚断手呢。你这个囡仔，我甲你讲哦，叫你袂使甲你遐我地当啊在咧混，啊在甲人在跋筊，即嘛咧欠用钱啊！你是当安怎？今生今世嘛无够你安尼输。我的妈，即嘛讲这也无效啊啦！即嘛人已经咧甲逼啊，对不？你是当作我钱好赚了？我一工开始我来叫我特别我会着了。我知影我咧做不如真歹赚。这钱真歹赚啦！但不过我这500万啊，我若无付给人哦，我只好人断脚断手呢。啊，你今时间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啊，就这个囡仔哦，足不孝的，讲要500万啊。妈，你想啊，你跟我老婆飞啦！你这个好歹你是看无，为着你老婆房间敢人看无？房间，我干啥事？你来。娜娜，你好好甲介绍，拄只你有偌爽快。你告诉他，我给你什么东西？你给我妈妈什么东西？啊，你什么东西？我给她快乐、高兴。啊，你什么东西？喊闭嘴！你老爸已经死交过，你也知影，所以妈妈嘛有需要一个查甫人更加好，妈妈挖苦一下。你啊，这查甫人嘛找一个较好的对无？点去？是我咧用还是你咧用诶？跟你什么关系？所以你嘛得要尊重伊，后摆你袂使搁甲拍，袂使搁甲骂，你要尊重伊，爱叫伊一声爸爸。严金叫，严金叫，金叫，我唔叫。你叫，你若无叫，500万免收，我甲你回。哎妈，我叫爸爸。哎呀，卡大声。大声嘞！爸爸，好，安尼会使啦。哎，有送无？有啦，安尼就会使。送无？我跟你讲，我送恁母啊，就会送。妈，我妈不送，伊就袂送。你也知影，我这个连带关系是都有。好，我们妈，你只要500万替我付的哈，我做你去送，不要紧。哎，今天要尊重哈，尊重，我尊重。后爹哈，我来去回。银行之前，好吗？谢谢。妈，我先走啊。妈。叫。叫啥？叫老爸。电话嘞，手机啊借我一下。恁敢摕手机给伊？啊，你竟然给伊？你是来吼，不是我咧讲，你是来怎啊回事？啊？娜娜，你还要吗？你听话，钱不要汇下去，我就给你。啊，那我先给两位高嘞一下吼。啊，我今天演这种真好笑，过来来演可怜，人都哭不出来。别啦，还要吗？又来了，